高一点五公分以上，避免草皮刮伤。前面不够高，好就要调高喽。我们看一下后面，OK，后面没有问题。车高一定要高于1.5公分，到时候厂方会做一个自训，让大家进场的时候先做测试。好，四驱这一台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哈，看一下后面 ，OK， 安全通过。好，大家一定要注意哦。我们是未来的经营的方向，是不分任何的车种。 希望大家车友来这边玩车都能够轻松的玩得愉快，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
360度。啊！没事，再一次。这个车真强啊！